样子飘飘的也不太重，而且你看 S M L 都可以穿，然后呢它就是淡淡的鹅黄色，后面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想要再调紧放松，我觉得都 OK。 那这件的夹口你也不用担心太大太小太紧，然后呢胸围呀，我觉得整个身宽它不算是窄小的，所以你们在套的时候也都非常的舒服哦。它的灰色是有点带紫调，紫灰色，然后它穿起来就很有夏天的氛围，这一件就是非常的百搭，就是不管是你要上班啊或者是出去玩，其实都可以搭这件。但它是有点粉性粉性，放出来有一种种放松的感觉，但是不会变这样子宽的。然后呢它都是顺摆冰凉滑凉的，然后料子摸起来是非常非常细致的，它也遮了屁股的一半。这一件呢每一个它都是做它衣服的颜色的这个调节扣，在我们胸这边呢它有多加一片，所以它其实不太透，很透。然后去海边啊或者是去野餐的时候呢，就是非常适合这样子的穿搭。这个雪纺上衣啊没有什么颜色比较瘦比较胖，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它呢不会影响你的视觉效果，所以呢你就选到你第一眼看到的那个颜色就对了。